漏两刀，不应该。整装待发。漏刀好多呀，哎，我车没了。粉碎吧！可惜，刚好升起来。刚才跟我手速没什么关系啊，感觉。这不叫犹豫，这叫反应慢。我不知道，这好像打野对河蟹特别的看重，但我感觉河蟹也就是普通的一组怪啊。河蟹给的经济不就跟一组野怪差不多吗？整装待发。
感觉有些人对河蟹的这个是不是看得太重了、啊、鱼能下吗？我刚刚啊，那个蘑菇不该种的，应该隐身的时候，然后直接出来打他。我其实刚直播是可以反杀他的，刚直播其实可以反杀他的。太肉了呀，要晋级。
哇，什么法语？头疼，头疼，直接一套秒了，直接一套秒了。进草会死得更惨。进草会必死的，跑都跑不掉。一塔就掉了吗？真的？他应该是塔龙。哦，对，哦，繁殖汤还行。哎呀，繁殖汤华山乖乖。那我们刚一分。
哎，这游戏难玩呀。三条龙，火炬前面开山路，潘森的威慑力太大了。去前面探探路。Your inhibitor is restoring soon. Thank you.
在塔下我就不敢越啦。你是不是对防御塔有什么误解？分龙给了就给了，没关系，倒也不会特别大。就是我刚刚就闪现，也许可以留下。刚刚就留下，我就很无所谓的。资源可以拿，有点可惜。大了，不是特别的好。
啊，来，不容易啊。有没有人夸我？